本事也。只因在寒窑奉了母亲之命，来到祥符县找我那不孝的兄长，不想我兄长下乡查看，王氏嫂嫂一见金龟宝贝起了狠心，用酒将我灌醉，用钢钉将我害死，今有我母亲寻找于我，我不免去至大街之上等候便了。远远望见母亲来也。适才似见我那张义孩儿在我面前，怎么一时之间就看他不见？哎呀儿啊，你不要差错还则罢了，倘有差错，叫我这63岁的老婆子一口那一个。哦，
哟。走得两足疼痛，不免再次歇息歇息再走。看那旁有一衙门，不知是何官署，待我借问一声，门上哪位在？啊，老妈妈何事啊？贫婆之相有礼。失礼为何？借问一声，此处是何官署？此乃相府县。哦，相府县。正是。李家老爷可是姓张？正是姓张。请稍待，哎呀，且止。是我不分昼夜而行，幸喜就来到这相府县了，待我谢天谢地。范老张家禀报一声，就是乡里人求见。老妈妈请稍待。是。启禀老爷，有乡邻人求见。传话出去，你老爷在家之时未曾受过乡邻人的恩惠，乡邻人一概免见。是啊，老妈妈，我家老爷言道，在家之时未曾受过乡邻人的恩惠，乡邻人一概免见。哦，这是你家老爷他讲的吗？正是。哎呀，且止，这奴才身处高官，连乡邻人都不见了。我自有道理，范老张家再去通禀，就是我这乡邻人与乡邻人不同，我乃是风儿的娘，明儿之母，我是一定要问见。是是是，有请老爷。是，来人言道，乡邻人与乡邻人不同，他乃是风儿的娘，米儿的母，是一定要见。哦，原来是母亲到了，待我吃饮。哎呀，谢之，是我下乡查看而归，那王氏媳妇对我言讲，我兄弟张毅奉了母亲之命来到人所，使他不会饮酒，就是眼前多吃了几杯，就想心血而亡。此事若对老娘失言相告，岂不急坏了老人家？这便如何是好？事到如今，也只好瞒上一瞒，日后再做道理。家园，是我吃饮，老爷吃饮。哦，母亲。哦，张大老爷，你的
得很呐、母亲休要折杀孩儿，母亲请进。母亲请进。母亲请坐。慢来慢来，想我不曾与张大老爷见礼，你莫怪为娘也就是了。母亲请坐，待孩儿大礼参拜，孩儿就你膝下少奉干职，恕孩儿不孝之罪。罢了，起来。遵命。王氏打茶来。听说婆婆到，但战心有惊。原来是王夫人，你可好啊？我好啊，您倒好啊。伯母、我母子再寒窑也好。婆婆一路劳乏，请用茶。食材在中途路上用过冷水，不可不用。用一点吧。那去不用。不用，不用就罢。哎呀，王夫人呐、是我寻找张毅，母子见面即可就走，你不要这样动恩情。啊，母亲，这都是你平日惯下来的。啊，倒是为娘将他惯下来的。真是。好，为娘也不计较于他。儿啊，母亲，你兄弟可曾来到人所？也曾来到人所，被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。哦，倒是你做了官，就有人请他吃酒，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，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，我这才放心。儿啊，母亲，我来问你，在家的好，在外的好？自然是在家侍奉母亲的好。好，我再来问你，你这官从何处得？母亲公事所得。王氏媳妇。母亲殷勤所取。儿的身。母亲所生所养。这都而既这是为娘所生所养，跪在堂前听娘叫王勋。
在世，勤俭为本，奔波辛劳，后来不幸身染重病，十分沉重，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，叫道一声：“老妻呀，老妻！”我这病一日高黄，恐不能久于人世，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，只有我这两国孩儿长子长孙，他生得性情聪颖，必须送往南秀宫室，莫要误了他的功名学业。这次子张阿姨啊，就单凭于你，你敷衍把他就大梦睡去了。是为娘准备一亲棺椁，将你父葬埋之后，又将我儿送往南秀宫室，那时为娘变卖家私，又知我儿成家立业，可怜我母子再寒窑，全凭张姨钓鱼为生，奉养于我，又照钓得鱼来，我母子就饱餐一顿；又照钓不得鱼来，只得挨饥受饿。你如今身做高官，今往却那古人云：爱爱父母，生我俱老，欲报恩恩，好天王祭。像那乌鸦有反哺之意，羊羔有跪乳之根，马有垂缰之宝，犬也有食草之情。你此徒一日报，忘了不日祭张犬，我怕你这不孝我的奴才呀。
世界，我的儿壮壮健健，谁是谁非，我的儿怎样叹气。来到人所，使他不会饮酒，酒席宴前多吃了几杯，就将心血而亡。你待怎讲？就将心血而亡了。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醒来！Thank you.
谋清规，害人命，坐立不安，心不宁。刚才在后堂偷听，老康氏知道他儿子死了，哭着喊着的跑到灵堂去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正是，依仗权势把关过，天王老子也没辙。Thank you.
臣啊。问你，你兄弟来到任所，你往哪里去了？孩儿下乡查看去了。你兄弟丧命，胡人与他埋的棺木？乃是王氏媳妇。啊，母亲，天时不早，快快安歇了吧。为娘今夜难以入睡。我要在此与你兄弟受礼作伴。待孩儿陪伴母亲。不用。命那王氏媳妇。休要提那贱人，还不与我回避。了，孩儿遵命。我那苦命的儿，
头终有报，只看来早雨来迟。沉沉，我这里将娘亲三魂寄息，
君臣王老娘女孩儿报仇，母亲醒来，是参见母娇儿啊，言语为敬。我来问你，你兄弟带来一只金龟，儿可曾看见？孩儿未曾见过。启禀老爷，今有包大人来到城隍庙，命老爷前去迎接。知道了。啊，母亲，孩儿料理公务去了。你料理公务去吧。遵命。哎呀，铁子，适才张轩言道，从未见过金龟，莫非是那王氏他？他害死我儿张阿姨。也罢，看天色未明，四处无人，我不免去往城隍庙包相爷台前与儿申冤便了。
见大人。献冤人上堂，献冤人上堂。贫妇叩见包大人。下跪何人？启大人乃是卑职贾母。哦，既是贵县贾母，焉有跪拜之礼？搀了起来。谢大人。啊，老夫人，你状告何人？可有状纸？老身状告张王氏，我有状纸呈上。呈上来。去告状人康氏，状告张王氏盗取金龟，图财害命，害死小叔张爱。朕老夫人，这张王氏他是何人？启大人乃是卑职之妻。你兄弟张毅来到认错，你往哪里去了？卑职下乡查看去了。王朝满有将张毅尸首搭至庙外，命仵作前来验尸，将张王氏带到此时。遵命。老夫人，这金龟原为何物啊？此乃蒙金火内之宝，此龟贬后成为黄金，故而叫它金龟。贵县大人，这金龟你可曾见过？卑职未曾见过。好。张王师带一道，带上堂来。张王师上堂。叩见大人。面朝外跪。是。下跪可是张王师？正是。康氏告你盗取金龟，图财害命，害死你小叔张毅，可是实情？大人，他胡说八道呢，并无此事啊。我来问你，张毅因何致死？就将心血而亡。金龟今在
买活吃。什么金龟银龟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！王氏所言并非实情，这金龟下落不清，我儿死因不明，还望大人明察。其大人在张王氏屋中搜出金龟一只，那无所言道在张毅发迹之中验出钢钉一烟眉，都证据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这害人的事儿我可不知道啊。不懂大刑，两点不招，王朝阿汗有大刑伺候。慢着慢着，招了招了。小夫人，我图财害命，害死小叔是实。王氏，果然是你害死我儿，今日破斥我这老命不要，我就与你拼了。老夫人且慢动怒，叫他画供。画供。公照事实。王朝马汉愿将张王氏处于斩刑，押了下去。遵命。贵县大人，你身为父母官，却是非不明，焉能为官？即日削职为民，回家侍奉老母去吧。谢大人。老夫人，你偌大年纪遭此大难，这金龟带回家去，以作养老之用吧。谢大人。小张义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，破涕为小民目安然，谢大人道不尽万语千言。
心一